Hundred Flower Village was founded about 500 years ago. It is a famous spot for enjoying the sights of flowers. 相传明朝年间，家居莆田的朱氏家族遭人陷害，族中有一人唤朱茂林躲南来到漳州南郊，因酷爱这里的秀美风景，便在此安家，后得仙人托梦，告知种花可的长寿长福，便大修花圃，采集珍种，是代种花、卖花。 一直延续至今。村内的入口处有一圆形洞门，上书白花村三字，字横扁皮字定一。进门之后，便是一个面积约为80余亩的园林小院，林荫小径相接，罗汉竹、边柏树相衬，桃李水仙、梅兰竹菊，真是非方争艳，应有尽有。园中还有一座小山。 上有赏花亭一处，是赏花观园、陶冶情操的好去处。更有一盆盆一彩纷呈的盆景植物，有古朴的苍松、高峻的榕树，潇洒的石竹，令观者无不感叹园艺之美、枝巧、枝秀。白花村园圃中最为出名的一处，要算是素有园中之园，雅称的兰花圃了。 这里栽植着3000余盆各种各样的兰花，大青兰、素心兰、报穗兰、四季兰，盆盆郁郁葱葱，争奇斗艳，更有无比珍贵的金色相间的金边报穗兰与颜色相间的银边报穗兰，以及每荚可开13朵花的十三太保和每荚可开18朵花的十八学士。 兰花的气味香远流长，幽而不腻，其花朵之色调更是淡雅素丽，绝不张扬，媚人之相，悄然天成。